看姐姐送的饭了。回家了，杜雨欣开心吧？啊，开心！我能弹钢琴，还有可以看妹妹。嗯，对，你要弹钢琴是吧？我还要看妹妹，还要看妹妹。这是第一次的时候看妹妹，一直说看萝莉莫言。回来了，我们吃完饭回来了。不让不让奶奶抱了啊！你好，我给拿一个这个，我给爸爸一个这个。没有，你看。啊，好姐。我这个弹幕呀不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好嘞。嗯，哎呀，宝贝儿，想你，想你啊，累不累？这周累。丽娜在看姐姐，爸爸，妈妈。原来谁都不看了，看姐姐，嗯，只看姐姐。哎呦，摸你。买奶。哎呦。看姐姐送的饭。哟。不要抓姐姐。手劲很大了，没事，喜欢你，嗯，没事，喜欢姐姐，你过来，他啊，干啥？怎么了啊？哎，他看见了旧洗衣机了。爷爷不想起床，爷爷，爷爷，我要洗衣服。对，啊，这是旧的洗衣机。嗯。这个洗衣机好多年，哎呀，可是天数不少了。他们那天一说，杜潇又给买个新的，你爸爸也给我买个新的。这是我跟娜娜一起买的，知道吧？你们有房子，妈买。嗯，不是我，是我跟娜娜一起买的啊。人家俩又有眼光，我一起买啊。我们俩一起选的，看这个洗衣机好看吗？好看，很好看。你看你那，给你看个孩子应该了，你又买洗衣机又买这，你弄得不好意思。呀，你今天多从家里还钱了。喜欢，特别好，质量啊，今天你妈还说这个洗衣机能用到我们古德白了。不要瞎说。还有灯，真的，我今天这样说。还有灯。哎，这个洗衣机，真的很好。奶奶一尺。手洗孩子衣服太辛苦了，对。出汗了呀。对啊。一般我的衣服。好了，出来吧。孩子的衣服都是用手洗。我想看。你想看？我会功夫，真的特别。这个杜雨欣，你可以洗澡在里面，进去可以洗澡，你管不都洗干净。爷爷天天说，我老了，洗不成澡了。我要洗澡。爷爷就说给我放到洗衣机里，咕噜咕噜。我不行，我都塞不进去。这个爸爸妈妈天天帮忙带孩子很辛苦，所以就是我跟娜娜一番心意啊。谢谢，对，我们一家人，对不对？一条心。然后杜雨欣回来，我们也很开心。你看你，你看妹妹一直看着你。一直看杜雨欣。刚才你给姐姐抓疼了，知道不知道？不是故意的。杜雨欣知道。杜雨欣都不怪。妹妹了。你是这太好了啊。你的量怎么样？来，对，杜雨欣，你跟妹妹一块站着，看人家长得像不像？哎呀，慢点。对，丽娜，你不要抓姐姐，她还抓爸爸，抓妈，抓娜娜，都抓。她喜欢抓我的嘴巴，喜欢抓。对呀，你看，妹，这边娜娜，对，慢点，你一起。你看爸爸。这是我的两个宝宝。对，丽娜咋了？宝宝。我可不是宝宝，臭宝宝。你是大宝宝呢。宝宝。那你永远在奶奶的心里面都是宝宝。那现在有两个洗衣机。你是大宝宝，这是小宝宝。哎，对，那个旧洗衣机怎么办？现在有两个。啊，就你放咱们家的旧房子里。旧房子。啊，那你有人住，找人家用。那我叫。啊，好的。怎么了？叫我孙女。他说不要叫我叫他宝宝，他长大了。宝贝是那个昵称。宝宝。
宝宝。啊，你叫他宝贝儿就行了。爱的宝宝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呀，奶奶疼你吗？孙女，孙女，孙女，孙女。小孙女，来坐那，坐那，坐那。问问你学习怎么样？来问问杜鑫的，这个礼拜学的啥？嗯，你坐。你让你坐，我们在后面看着去。可以读写吗？可以读写。抱抱。大抱。对呀、啊，想抱妹妹。哎呀。哎，乖的嘛，小胖胖。昨天刚才你爸说孩子瘦了，这次病。嗯，瘦了。对，妹妹比以前瘦了吗？现在好像瘦了。会做的。看会做吗？她说很可爱。得好好看着你啊，宝贝。嗯。想读心。啊，也。也托大家的关心，我们好了很快。她全脱发了。嗯。对啊。她脱发现在以后会很多的。嗯。真的。以后你们洗衣服的话，别再手洗了嘛。嗯。反正这个洗衣服。对，这洗衣服都是妈妈用手洗，太辛苦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个不是你这回我们俩给你买这个洗衣机，就是让你用的，不是说让你在、哦、啊买完洗衣机不用在那摆设是吧？这不是装饰品对不对？就是。是吧？嗯、是吧？奶奶天天用手洗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杜雨欣？好多你买上班一直。对啊，你买了你要用对不对？就是这个，他觉得费水，这费啥水一点都不费。不是不是，我总觉得手洗的干净，你知道吗？现在，这个洗衣机肯定洗的很干净。洗过了，你看我那白衣服洗老白。对啊。你应该有，不能给我，不能去是啥？不是，那也洗可干，比你还洗还干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。你看，你看多。嗯。看着他笑。你姐姐姐姐开心了，姐姐你看看看开心，姐姐姐姐对啊，姐姐啊，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式家长就是省钱，然后的话都把钱留给孩子，你们不要这样想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跟娜娜工作对不对？你们都不需要操心了，是吧？嗯、啊，然后你们帮我们带孩子都已经很辛苦了。这不叫、嗯、所以说家里啊、所以说爸家里面缺啥，妈家缺什么，告诉我，知道吧？冰箱给他削啊！啊，可以换个冰箱。然后我那摩托车也考虑考虑。摩托车不是给你买了一辆新吗？啊，去年。还有摩托车一直在那下面放了。你们还要小吧？哎呀，都给我家里都不缺什么，真是缺。看我们送你那个东西，他啥都没有，你一直用。对对对，你看这个电视是不是也是买的？还有那个吸尘器。这个饮水机很好。吸尘器、饮水机都是我买的，都是我们买的。都是我们买的，但是我觉得，但是妈妈一直在教。你那个吸尘器为什么不用？我用。啊，但是妈妈，我看还是在，是不是？你看奶奶怎么拖地的？杜雨欣，你学学，是不是跪到地上？啊，你看奶奶是怎么拖地的？啊，学的真像。反了，什么反了 啊？这样的，反了，还反着插、哎。你看见没？你们杜鑫小时候三岁不就是我擦地吗？这么好用的东西，你老婆用？我用，我用，你不用？我用。他经常不，你也经常不打扫卫生。你经常喝酒就把冰了放这儿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告诉我这个。我跟你爸爸说我不喝酒，你看你看，这不够意思。你爸爸说跟爸爸说不喝酒，我知道知道。这四比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来看今天有没有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啊。晚上不要喝了，不要喝了。他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喝点啊。不要喝酒了，你看你现在俩孙女了，对不对？多好，真的。是不是？你要多活几年是不是？啊，要长命百岁。啊，跟娜娜说的，我们家就需要一个会踢球的小男孩。哎呀，孩子那么辛苦，有两个宝宝也可以。那个是谁拿的？我不是两个孩子，我会踢球。人家对，真会踢球。这样是的。啊，来。来踢一个，踢一个。没有，我没有东西。没有球。没有球。乒乓球。没有乒乓球。算了算了，没有球。把爷爷头当球踢了。呀，你别。好了好了好。好。好了，杜雨欣，你这明天还要去弹钢琴吧？嗯。
对啊，窦雨欣自己说要弹钢琴了。窦雨欣很喜欢钢琴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好。那今天回哪住？我肯定。回莫里罗里家。啥叫莫里罗里家？那是我跟爸爸跟娜娜的家，你的家什么罗里莫里家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还有个鬼，你还怎么跳舞？啊，我一直慌水。我来给你跳舞。对对，我也换了啊，上一次我换的。你俩跳个白天鹅吧。白天鹅是啥？啊，就这样，噔噔噔。干嘛呀？这是谁？你该来滚来。嗯，我先跳了。这是要美女啊！哈哈，多厉害！让我过一下。你过去。我的妈呀，给换了。嗯。我不会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该走了啊。啊，对。嗯。你要看人数。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，家里现在都不全了，你看饮水机、扫地机、是不是拖地机都有。你跳的好不好？电视，对，我们买的嘛。电视不是这个你们买的吗？回家跳吧，该回家了，好吧？好，嗯，你忘了？回去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。对，明天还在做作业的，嗯。拜拜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